我会很努力去做，会成为那孩子非常好的爸爸。真心，快点叫爸爸起床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什么事故？怎么可能？大嫂，你要冷静一点。啊啊！原来是你儿子，时间过得还真快。唯一的继承人是尹春爱小姐，现在舅妈所有的财产全都被大嫂给继承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，你变成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《贵妇的战争》。